最近老有人让我退洗护，当当当！我最近都在用韩伦美语他们家的樱花系列，樱花甜蜜香氛沐浴露和樱花甜蜜柔顺洗发水，粉粉嫩嫩的，颜值超高，摆在浴室也特别好看。沐浴露香味非常好闻，而且留香持久，洗完第二天被子里都是赞灯香味，简直爱了。只需要挤一点就能打出很多泡沫，洗完身体非常的滑嫩，但是完全不是假滑的那种，成分温和，清洁力度也是到位的。洗发水也是同样添加了樱花提取精华，温和清洁头皮的同时呢，还能去除多余油脂，减少头屑的产生，泡沫也非常浓密。而且这款洗发水洗完头发呢也比较柔顺，吹完头发也不会觉得干干的，蓬松感也很 OK 的。坚持使用，感觉发质真的变好了。自从入了韩伦美语他们家的洗发水，我真的爱上洗澡了。姐妹们赶紧给自己安排上吧。